各位天使节面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字体文奇，文水的文，奇怪的奇，文奇小乡乡里守墓里。文奇今天上的家里故事经典的好书，按照正港十四县文地图的好经验，来鼓励安尼沙皮台中来行山，尤其你正港地图青岛青岛的好经验。积极好发，积极牵引你爱做善良的人。再来，我们继续来分享：茫茫四海人无数，哪个男儿是丈夫？这句话的意思啊，就是讲世间的人很多很多哦，非常非常的多。你男唔很多，但是哪一个是讨得好的人呢？其实这句话是提醒沙弥太宗，世间的人啊，一样米共百样人，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都有，有好人，有坏人，你要分清楚。你讲一老坏人穷下，那个土地唔好的人穷下，人讲近墨者黑呀、啊，即系讲哦，你啊容易本就害到。你讲老好人穷下，近朱者赤。反而讲咧，近朱者赤，咁之外变到当好当好。佢说第二年来认清楚讲，你啊沙飞很多人吼，你要多多的来认识好老坏。你啊好人老去深交，坏人诶你是唔好老去讲来哎样深交。坏人的话，尽量也唔好得罪佢，最老去讲按照啊打个招呼。大概招呼就做得来啦，哎呀哈！过来拍照，酿成烟火下，黄金三千秘书署。伊讲，伊讲，烟幕下有当好当好的酒，佮伊讲，请朋友来吃台饭，是当欢喜的事情。也意思就是讲，唔系讲酒天天啦，所以讲，比如你有当好的东西，你来分享本朋友。也是当快乐，因为你的朋友也会吃到讲，哎，我得到了很快乐的东西呀、啊。比如讲，有的人中到当好食的菜，食唔起，送到我亲朋好友，隔壁邻舍，大家就当听。比如讲，今半夜你煮当好食的菜，想讲，哎，我煮有很多哈，我分享本地我邻舍朋友，你也是当快乐的事情啦、啊。过来，黄金三千秘书署，两句话还鼓励大家，你啊，可以看书，可以熟悉好的文章，尤其记住的关心你身体健康也好啦。你书啊，文章关心你家庭圆满呢，对人投入有帮助哎。然后讲教人讲，哎，你呐，我用来保护自己的安全。甚至呢，亲友间来说这些，你要顾问景点，其实在教人讲行山的土地，做好土地来人，佮教人讲啊，哎你啊，多多来熟悉，你要熟就超个啦，你要熟，哎你熟悉起来，到熟你第八度，哎你来熟悉到好文章过后，来认识你的文章，就你的文章来教化自己，哎样来发，哎人生来投入上啊。善德会提升，健康也有帮助哈。今每年正讲修习天文，文奇先讲到了，大伯，安子生。